过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啊？有啊，我最喜欢喜羊羊跟美羊羊。哦，他们是人生胜利组啊！你要想想后面的人啊，背后的人啊，像是懒羊羊和慢羊羊啊。哎，对了，下一首好像也跟这里的羊有关系耶。是什么羊？好像是暖羊羊。好，下一首欢迎暖羊羊暖羊。下手贼，请准备。大家好，这首是黄建伟的新歌《暖阳》，然后他是在讲说，你身边一定会有一个人，就像太阳一样，带给你温暖。
谢谢。